主人苏姓名开始今日嘅会前施众，请大家低头问好预备心。阿门。请大家唱诗第三首。Thank you.
195首。一起默祷，我们一起默祷。阿门。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下午的聚会。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下午的聚会。来唱诗七十八首。唱诗第七十八首。
时站着，我们暂时站着、啊、在聚会前我们求神来带领祝福我们的聚会，在聚会之前我们求神来带领祝福我们的聚会、啊、大家低头默祷，大家低头默祷，奉主耶稣圣名祷告，奉主耶稣圣名祷告，慈爱的天父，慈爱的天父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主施恩带领我们今天能够欢喜来到你的面前，感谢主施恩带领我们今天可以欢喜的来到你面前、啊、来得享主你的安息，来得享主你的安息，来领受主你的赐福，来领受主你的赐福，主我们感谢你，主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爱我们世人，因为你爱我们世人，你从起初创造万有，你由起初创造万有，创造我们人类，也都创造我们人类，你将万物赏给我们享用，你将万物赐给我们享用、啊、虽然我们犯罪得罪了你，虽然我们犯罪得罪神，但你为我们预备了救恩，但你为我们预备了救恩，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面，为我们的罪来、啊、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，又按照神的大能，也都按照神的大能，能够从死里复活，能够从死里面复活，完成了救恩，完成救恩，战胜了死亡，战胜死亡、啊、让我们依靠你能够、啊、将来能够得救，能够令我们依靠你将来能够得救，能够进到永远天国的福气，能够进入永远天国的福气、啊、所以我们要感谢赞美你，所以我们要感谢赞美你、啊、因此我们求主你施恩来赐福我们下午的布道聚会，所以我们求神赐恩赐福给我们晏昼的聚会、啊、让我们一切能顺利，令我们一切都可以顺利、啊、是你的仆人有口才，赐你的仆人有口才，能够放胆讲明你道理的奥秘，能够放胆讲论你的你道理的奥秘、啊、也能够开启我们众人的心，也都能够开启我们众人的心、啊、让我们所听的能够明白，令我们所听的可以明白，能够蒙主赏赐宝贵的信心，能够求主你赏赐我们宝贵的信心，来领受主你要赐给我们的福气，来领受主你要赏赐给我们的福气，这样子的祷告，这样的祷告，靠主你的恩惠，靠主你的恩惠，愿荣耀颂赞，愿荣耀颂赞归主的名下，归主你的名下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阿们，阿们，请坐，请坐、啊、非常欢迎慕道朋友拨空、啊、参加我们的布道聚会、非常非常欢迎各位慕道朋友拨空参加我们的聚会、啊、那我们在正道之前，我们要先请诗班来献唱诗歌，我们在起正道之前，我们要邀请诗班来献诗、啊、我们现在就请诗班，我们现在来请诗班，
听完诗班美妙啊，赞美神的歌声。听完诗班美妙赞美神的歌声。啊，我们接下来要来啊谈耶稣的神迹。我哋接落嚟要嚟讲耶稣嘅神迹。啊，耶稣的神迹是要讲什么呢？耶稣嘅神迹系要讲啲乜嘢咧？啊，我们先来看路加的十一章。我先嚟睇路加福音第十一章。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节。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三十节。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节。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三十节。第三十节，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，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。啊，这里讲耶拿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。又讲到话约拿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。啊，就是帮助尼尼微人悔改来得救。就是帮助尼尼微人悔改可以得救。啊，那主耶稣也一样，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。咁主耶稣都一样为呢个世代嘅人成咗神迹。啊，我们来看马太的十二章。我睇马太福音第十二章。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节。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节。十二章四十节。十二章第四十节。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节。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雨肚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。约拿神叫他去尼尼微传警告。约拿神叫他到尼尼微城传警告。他不愿意去。他不愿意去。因为他希望尼尼微被毁灭。因为他希望尼尼微城被毁灭。那神用风浪阻挡他的路。神用风浪阻挡他的路。那他叫船上的人给他丢到海里。他叫船上的人将他丢去海里面。因为他想说他死了，尼尼微就不能得救。因为他想如果他死了的话，尼尼微就可以不用得救了。他为了国家他宁愿牺牲。他为了国家他宁愿牺牲。但神当然比他更伟大。但神比他更加伟大。他在想什么要做什么，神早就知道。他要想什么要做什么，神一早就知道。他早就预备一条大鱼把他吞下去，亦都一早预备咗一条大鱼将佢吞咗去，不让他死掉，唔俾佢去死，但在鱼肚子很痛苦，但喺鱼肚入边就好痛苦。最后他只能向神祈求，但最后佢只能够向神祈求，向神许愿，只要他离开了鱼肚，他就会到尼尼微传警告。向神许愿，只要佢离开鱼腹，佢就会去到尼尼微城传警告。所以神叫鱼把它吐出来。所以神叫条鱼将佢吐出嚟。那个时候鱼已经游到尼尼微去了。嗰时候条鱼已经游到尼尼微城啦。那吐出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神迹。掠出嚟其实是一个好大嘅神迹。因为这个神迹帮助尼尼微人能够信服约拿所传的道理。因为这个神迹帮助尼尼微人可以信服约拿所传的神迹。知道说神不悔改，神要毁灭，这个是真的。知道他再不悔改，神要毁灭这件事是真的。虽然尼尼微很罪恶，虽然尼尼微城是很有罪恶的，但因为有约拿的这个神迹，但因为有约拿的这个神迹，他们能够虔诚的人悔改，他们有虔诚的人可以悔改，能够来得救，可以得救，跟这个是一样，同这件事一样。主耶稣说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。主耶稣说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个地里头。我们这个末世也是一个罪恶的世代，我们末世都是一个罪恶的世代，也是神准备要毁灭的世代，也是神准备要毁灭的世代。一样的，如果不肯悔改，一样的，如果我们不肯去悔改，神就会毁灭，神就会毁灭。但神希望人回头，但神希望人可以回头，希望人可以得救，希望人可以得救。因此就给耶稣成为一个神迹，所以就将耶稣成为一个神迹，让他跟约拿一样，令到他跟约拿一样，三日三夜在地里，三日三夜在地里头，就是他死后埋葬经过三天，就是他死了之后埋葬三日，一样借着神的大能，
一样藉住神的大能，能够从死里复活，能够用死里面复活，这是一个大神迹，这是一个大的神迹。借着这个神迹，藉住一个神迹，要帮助我们末世这个罪恶世代的人，要帮助我们末世这个世代的人，能够悔改来信耶稣，能够悔改来信耶稣，来领受神的救恩，来领受神的救恩，这个就是耶稣的神迹。这个就是耶稣的神迹，像约拿的神迹一样，就好像约拿的神迹一样，能够来帮助我们这个世代的人，能够来帮助我们这个世代的人，能够晓得回头，能够懂得去回头。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一章，我们看罗马书的第一章，罗马书一章我们看第三节，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，一章三节，一章第三节，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，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第四节，第四节，按圣善的灵是神的儿子，是按圣善的灵是神，是因从死里复活，按圣善的灵说，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那这里就讲到这个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又讲到主耶稣由死入边复活，这个是神的大能，又系神嘅大能。以这个大能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，以这个大能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，这个就是神为我们世人所预备的救恩，这个就是神为我们世人所预备的救恩。接着这样要帮助我们回头，藉着这样要帮助我们回头，借着耶稣的这个大神迹，藉着耶稣的这个大神迹。所以十六节这里记载，所以第十六节这里记载，保罗说福音是神的大能，所以保罗这里说到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，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。福音就是主耶稣的死、埋葬跟复活，福音就是主耶稣的死、埋葬和复活，这个就是神的大能，这个就是神的大能。神的这个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，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。所以只要我们肯相信，所以只要我们肯去相信，这样就可以得到神的拯救，这样就可以得到神的拯救。因为神是无所不能的神，因为神是无所不能的神。在罗马书一章的二十节，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，这样告诉我们，这样告诉我们，说从造天地以来，就话讲到由从造天地以嚟，神永远的能力，神永远嘅人能力，他的神性，同埋佢嘅神性，是明明可以知道的，系明明可以知道嘅。虽然我们眼睛不能够看见，虽然我哋眼睛唔可以看见，看不到这个神，睇唔到呢个神，但借着所造之物，但系藉住所造之物，我们就知道有这个神的存在，我哋就知道有呢个神嘅存在，也知道他的能力何等的大。亦都知道佢能力系何等嘅大，也知道他何等的慈爱，亦都知道佢何等嘅慈爱。因为宇宙万物非常的伟大，因为宇宙万物系非常之伟大。这个宇宙有多大，其实我们并不完全了解。宇宙有几大，其实我哋并唔能够完全嘅了解。宇宙的星球有多少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宇宙嘅星球有几多，我哋都唔知道。科学家只是大概的估算。科学家只能够大概的估计，说那个数目比世界上所有的沙超过十倍，话比呢个世界上面所有嘅沙仲系超过十倍嘅，就是你海边所有的沙，沙漠所有的沙，就是海边所有嘅沙同埋沙漠所有嘅沙，那个数目超过十倍，数目系超过佢十倍嘅，这个是很难去了解的一个数目，咁呢个系好难去了解嘅一个数目，所以我们叫做天文。所以我们说是天文数字，你一把沙抓起来，你一生可能你就数不完了，你将一堆沙捉起上来，你可能一世都不会数到有多少粒。那天上的 星球竟然有那么多，天上的星球竟然是有那么多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宇宙有多么的伟大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宇宙是有多么伟大。因此这些就是要彰显神的能力，这个就是要彰显神的能力，这么伟大的咁伟大嘅宇宙，就是神用他的话所
创造出来的，就是神用他的说话去创造出来的。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，神说要有什么就会有什么，这个就是神的创造。那这个就是神的创造，他是无所不能的神，他是无所不能的神。那神让这个宇宙非常的有秩序，神的这个宇宙是非常有秩序，星球运转一定轨道一定速度，星球的运转有一定的轨道一定的速度，因为这样我们才人才能登陆月球，因为这样我们人才可以登陆到月球。如果轨道不一定，如果轨道是不一定，速度不一定，速度是不一定，人就没办法去登陆月球，人就没办法去登陆月球。那春夏秋冬有一个秩序，春夏秋冬都有一个秩序，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要播种，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要去播种，什么时候要收割，什么时候要收割，都有它一定的时候，都有它一定的时候。这些都是神的恩典，这些都有神的恩典。神为我们人类所预备的这个大地，神为我们人类预备的这个大地，样样我们人所需要的样样都有，我们人所需要的样样都有，空气雨水，空气雨水，或是阳光，或者是阳光，还有各种的食物，还有各样的食物，丰丰富富的，丰丰富富，真的是满了神的慈爱，真系满咗神嘅慈爱。所以啊，从神所造的这些万物，所以从神所做嘅呢一啲万物，我们晓得神的能力，我哋知道咗神嘅能力。那神是无所不能的神，神系无所不能嘅神，因此他能叫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所以佢可以叫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以这个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亦都以呢一样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因为神是自由拥有的神，因为神是自由拥有的神，没有生的开始，没有开始，没有死的结束，没有死的结束。耶稣也是一样，耶稣都是一样，既然是神的儿子，既然是神的儿子，一样的生命，一样的生命，没有生的开始，没有生的开始，没有死的结束，没有死的结束。他从太初就有，他由太初就已经有，他不能被死所拘禁，他不可以被死所所捆绑，不可以被死所捆绑，所以死一定会再复活，所以死一定会再复活，才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才可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我们可以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五章，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，约翰福音五章，约翰福音第五章，我们看二十六节，第二十六节，五章二十六节，第五章第二十六节，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六节，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。这里讲父怎样自己有生命，又讲到话父怎样自己有生命，赐给他儿子也照样自己有生命，赐俾佢儿子亦都照样喺自己入边有生命。这个就是自由的生命，呢个就系自由嘅生命，自由一定拥有，自由系一定会拥有嘅。那神就是自由拥有的神，神就是自由拥有的神。那主耶稣也是一样，主耶稣也是一样，所以借着从死里复活，所以藉着从死里面复活，这样才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这样才可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那这个就是神的大能，这个就是神的大能，这个就是耶稣的神迹，这个就是耶稣的神迹。要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位真神，要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位真神，来信服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救恩，来信服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份救恩，这样将来才不会灭亡，这样将来才不会灭亡。也就是耶稣所讲的是真的，也都是耶稣所讲的是真的。我们要相信他对我们所讲的这些道理，我们要相信他对我们所讲的这些道理，能够来信靠他，能够去信靠他。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的十七章，我再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，使徒行传十七章看三十一节，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三十一节，十七章三十一节，十七章第三十一节，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三十一节，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，要藉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，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。这里讲到神设立耶稣为审判主，这里讲到说神设立耶稣为审判主，将来要审判天下一切的人，将来要审判天下一切的人。那怎么知道耶稣是审判主呢？那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是审判主呢？神给我们世人一个可信的凭据，神给我们世人一个可信的凭据，就是让他从死
就是令他可以由死入面复活，用这件事来证明他就是神所设立的审判主，令他来证明他就是神所设立的审判主。所以人要信耶稣，所以人要去信耶稣，将来审判的日子才站得住，将来审判的日子才可以站立得住，才不必去灭亡，才不会去灭亡，能够得救，能够得救。所以神让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所以神令耶稣从死里面复活，给我们世人一个可信的凭据，给我们世人一个可信的凭据，帮助我们能够来相信他，帮助我们可以去相信他。这个就是神的恩典，这个就是神的恩典，就像约拿的神迹一样，就好像约拿的神迹一样，帮助尼尼微人来相信神的所讲的话，帮助尼尼微人来相信神所讲的说话，能够晓得悔改回头，能够悔改回头。那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主耶稣由死里面复活，一样的神也安排一些人啊，主耶稣能够向他们显现，一样的神都安排一些人令到主耶稣可以向他们显现，有办法看到复活的主，有办法可以见到复活的主，来为这个事做见证，来为这件事做见证，跟尼尼微城是一样的，跟尼尼微城是一样的，因为有人看见，因为有人见到，来跟我们讲，来跟我们讲，这样子就更有力量，这样就会更加有力量。那主耶稣复活，主耶稣复活，这个是神的大能，这个是神的大能。那复活是属灵的身体，复活的是复灵属灵的身体，属灵的身体你怎么看得到呢？属灵的身体你怎么看得到呢？但是他要给你看你就看得到，但是他要给你看你就看得到，就是会像肉体一样给你看，就好像会肉体一样给你看得见，这个叫做显现，这个就叫做显现。那主耶稣复活就向门徒显现，主耶稣复活就向门徒显现，也曾经一次向五百个人显现，也有一次向五百个人显现。那主耶稣向这些人显现的目的，主耶稣向这些人显现的目的，就是要他们为他做见证，就是要他们为他做见证。我们可以看使徒行传的第十章，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章，使徒行传十章我们看第四十节，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四十节，十章四十节，十章第四十节，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四十节，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，第四十一节，不是显现给众人看，那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作见证的人看，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。四十二节，第四十二节，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，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。这里就讲到主耶稣复活之后，又讲到主耶稣复活之后，这个是彼得的见证，这个是彼得的见证。第三天这个复活来向他们显现出来，第三日复活来向他们显现出来，说不是显给每个人看，话唔系显俾每一个人睇，是显给神预先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，系显现俾神预先拣选为佢哋做见证嘅人。像他所选的这十二个门徒，就好似佢所选嘅呢十二个门徒，主耶稣就向他们显现了几次，主耶稣就向佢哋显现咗几次。那就是他死后跟他同吃同喝的人。就是他死了之后跟他同吃同喝的人，他复活以后跟他同吃同喝的人，他复活之后跟他同吃同喝的人。那四十二节说吩咐他们要传道给众人，第四十二节就吩咐他们要传道给众人，证明他是神所设立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，证明他们是证明他是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。所以主耶稣复活就是要证明他是审判的主，所以主耶稣复活就要证明他是审判人的主，因此众人都要来信靠他，所以众人都要来信靠他，将来审判的日子才能够得住站得住，将来审判的日子才可以站立得住。四十三节也讲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，第四十三节都讲到众先知都为他做见证，凡信他的人因他的名罪可以得到赦免，凡信他的人因为他的名可以得蒙赦罪。那这个就是主复活向一些人显现，这个就是主复活的一个见证。那今天我们没有看到主复活，今天我们看不到主的复活，是门徒见证出来，是门徒见证出来，他们为了见证耶稣复活，
他们为了见证耶稣复活，工会恐吓要杀害他们，工会恐吓要杀害他们，但是他们不怕，但他们不怕，死都不怕，死都不怕。门徒有些为了传耶稣而被杀害，门徒为了传耶稣被杀害，但他们不害怕，但他们不害怕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见证的是真的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见证的是真的。所以虽然工会恐吓他们，所以虽然工会恐吓他们，他们很勇敢，他们很勇敢，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不能不说，讲到话我哋所看见所听见嘅唔可以唔讲，一样的照样勇敢为耶稣做见证，一样照样嘅勇敢去为主做见证。不只是门徒勇敢见证，唔单止系门徒勇敢嘅去见证，主耶稣也用神迹奇事随着证实他们所传的道，耶稣亦都用神迹同埋奇事，其实可以随住他们证明他所传的道，就是他们传耶稣复活这个是真的，就是他们传耶稣复活这件事是真的。好，我们可以先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，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，使徒行传二章我们看三十二节，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第三十二节，三十二节，三十二节，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二节，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作见证。三十三节，第三十三节，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，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这里是比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，这个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，当时很多人以为他们是酒醉，当时很多人都以为他们是喝醉酒，因为这个灵言人听不懂，因为这个灵言人是听不明的，身体有些有自然的震动，身体有些都自然的震动，从来没有看过，从来都没见过，所以以为他们是在酒醉，所以以为他们是喝醉酒。彼得说这个不是酒醉，彼得说这个不是喝醉酒，才早上九点钟，从早上九点钟，这种日子是禁食的日子，这一种日子是禁食的日子，怎么有可能酒醉呢？哪有可能会喝醉酒呢？这个是先知预言的圣灵已经来了，这个是先知所预言的圣灵已经来了，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，耶稣真的由死里面复活，已经被神的右手高举，已经被神的右手高举，到天父的右边，去到天父的右边，就把所应许的圣灵赐下来，就将所应许的圣灵赐下来，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将你们教训下来，将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所以圣灵来就是要见证耶稣复活是真的，所以圣灵来就要证明耶稣复活是真的。这个是主耶稣升天以前对门徒的应许，这个是主耶稣升天之前对门徒所应许的，他回到天上就要赐圣灵下来，他回到天上就要赐圣灵下来。如果他没有回去圣灵不会来，如果他没有回去的话圣灵是不会下来的，他回去以后就会差他来，所以他回去之后就会差他来。那门徒就在耶路撒冷在那里祷告等候圣灵，所以门徒就在耶路撒冷那里祷告等候圣灵，经过了十天，经过了十日之后，到五旬节这一天，去到五旬节的那一天，圣灵果然降临下来，圣灵果然降临下来。那这之后彼得就来做见证，之后彼得就来做见证，用圣灵的降临来证实耶稣复活是真的，用圣灵的见证来证明神的国是真的，耶稣的复活是真的，耶稣的复活是真的，因为圣灵已经降临下来了，因为圣灵已经降临了下来了，就像我们今天在我们得救的真教会，就像我们今天在我们得救的真教会一样，有圣灵的同在，一样都有圣灵的同在，在这里信主耶稣可以得到圣灵，所以在这里信主耶稣可以得到圣灵，像我们在座大部分的人都已经得到圣灵，就好像我们在座的大部分人都得到圣灵，有些慕道朋友来很快得到圣灵，有些慕道朋友来都很快得到圣灵，那我们有些人很多人是因为得到圣灵才认识主的，我们很多人都是因为得到圣灵才能够认识主，就是有了信心，就有了信心，能够肯定这个信仰是真的，可以肯定这个信仰是真的，所以圣灵来就是一个见证，所以圣灵来就是一个见证，虽然你看不到圣灵，虽然你看不到圣灵，主耶稣说就像风一样，但主耶稣说就好像风一样，你看不到，你看不到，但风吹有声音，但风吹是有声音的，你听到声音就知道有风了，你听到声音就知道有风了，跟这个是一样的，跟这件事是一样的，圣灵我们看不到，圣灵我们是看不到，但圣灵临到的时候，但圣灵临到的时候，我们很自然的我们
们本来祷告讲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，好自然的，我们祷告本身讲哈利路亚奉主耶稣，圣灵一来自然就会啊，这个舌头就会卷动，咁我哋圣灵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舌头就自然会卷动，就会跳动，就会跳动，讲出一种奇异的舌音，讲出一种奇异的舌音，圣经叫做说方言，圣经就话系说方言，也叫做说灵言，亦都叫做说灵言，讲一种属灵的话，讲一种属灵的说话。圣经说话说方言是讲给神听，圣经话说方言系讲俾神听嘅，不是讲给人听，唔系讲俾人听，因为没有人听得出来，因为冇人系听到出嚟嘅，只有神听得懂，净系得神先听得明。那虽然听不懂，虽然听唔明，不是随便乱讲，但系唔系随便乱咁讲嘅，在灵里讲各种属灵的奥秘，系喺灵入边讲各样属灵嘅奥秘，圣灵充满，圣灵充满，会感觉心里很舒服，你会感觉到心入边好舒服，可以感受得到。自己是可以感受得到的，别人也可以看得到，其他人都可以看得见。所以像这个彼得到哥林流家传福音，所以好像彼得去到哥林流家传福音，讲道的时候，讲道的时候，圣灵就降在听到的人身上，圣灵降在听到的人身上，从来没有学过这个祷告，从来都没有学过这个祷告，就坐在那边，但就坐在那里，他就开始讲灵言，就开始讲灵言，非常的奇妙，是非常的奇妙，都还没教他怎么祷告，都没教他怎么去祷告，因为第一次他们才第一次听到耶稣道理，因为他们第一次听到耶稣的道理，聚会都还没有结束，聚会都没结束，都还没准备要祷告，都没准备要开始祷告，他们就得到圣灵，他们就得到圣灵了，非常的奇妙，是非常的奇妙。那怎么知道呢？那怎样知道呢？听见他们说方言，因为听见他们讲方言，一听见说方言马上判断，哎，得圣灵，一听见他们讲方言就马上判断他们得到圣灵。那些犹太人觉得很稀奇，那些犹太人觉得很稀奇，因为他们的观念，外邦人没有资格得这个恩典的，因为他们的观念，外邦人是没办法得到这个恩典的。那彼得比较清楚，但彼得比较清楚，因为主耶稣给他看了异象，因为主耶稣给他看了异象，而且圣灵也跟他讲你要跟他们去，而圣灵都跟他说你要跟他们去。后来听了哥尼流的见证，之后听了哥尼流的见证，他就知道神也悦纳这些外邦人，他都知道神亦都悦纳呢一啲外邦人，看到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，所以佢哋见到圣灵降临喺佢哋身上面，彼得马上有信心，彼得就马上有信心。既然圣灵降在他们身上，既然圣灵降临喺佢哋嘅身上面，悦纳他们，神悦纳佢哋，那人怎么可以不给他们洗礼呢？人点可以唔帮佢哋洗礼呢？所以就奉耶稣的名给他们洗礼，所以就奉耶稣嘅名为佢哋施洗。那这个圣灵就是一个见证，咁呢个圣灵就是一个见证，见证耶稣现在在天上。见证耶稣是在天上面，耶稣的复活是真的，耶稣的复活是真的，他真的是我们人类独一的救主，他真的是我们人类独一的救主，是将来要审判全人类的审判主，是将来要审判全人类的审判主，这个是圣灵的见证，这个是圣灵的见证。再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三章，再看使徒行传第三章，使徒行传三章我们看十五节，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十五节，十五节，第十五节，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十五节，你们杀了那甚名的主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，我们都是为这事作见证。第十六节，我们因信他的名，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状了，正是他所赐的信心，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传言好了。这里就是彼得的见证，这个就是彼得的见证，他跟约翰两个人到圣殿要去传福音，他和彼得两个人要去到传福音，主耶稣就安排这个美门瘫子能够得医治，主耶稣就安排美门这个跛了的人可以得到医治，他生来就不会走路，他生来就行不到路，那个时候已经四十岁了，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四十岁了，圣灵感动彼得约翰，圣灵感动彼得约翰，知道神要医治这个人，他知道神要医治这个人，所以就奉耶稣的名叫他起来行走，所以就奉耶稣的名叫他起来行走，就扶他起来，他就起来行走，所以就扶他起来，他就可以起来行走了，能够走又能够跳，能够走亦都能够去跳，非常的快乐，非常的快乐，众人很稀奇，众人都很稀奇，就回过来，就回过来，所以彼得借机会就讲道理给他们听，所以彼得就借这个机会去讲道理给他们听，在这里就提到你们杀了那个生命的主，这里就讲到说你们杀了那个生命的主，因为之前在逾越节的时候
他们一直喊着钉死他，钉死他。因为他们之前在逾越节的时候一直在那里叫话要钉死他，钉死他。所有的犹太人都这样喊着。所有的犹太人都这样去讲。所以讲你们杀了那个生命的主。所以我这里又讲到话你们杀了那个生命的主。但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。但神却叫他们由死里面复活。我们都是为这个事做见证。我们都是为这件事去做见证。那我们因为信他的名。我们因为信他的名。他的名、啊、就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个人见状了。他的名就叫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个人是可以行可以变得壮健了。那为什么他能够得到见状呢？那为什么他可以得到见状呢？说正是他所示的信心。又说到正是他所示的信心。信心是示给彼得跟约翰。信心是赐给彼得和约翰。这种信心就是行神迹的信心。这种信心就是行神迹的信心。将当他叫他说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。将他 奉耶稣的名叫他起来。那个是绝对会起来的。那这个是绝对会起来的。一点也不会怀疑。一点都不会怀疑。他不会想说那不起来怎么办。那他不会怀疑说他如果不起身怎么办。又喊得那么大声。还叫到那么大声。那个不会，一点都不会怀疑。其实点都一啲都冇怀疑嘅。这个叫做行神迹的信心。咁呢个就叫做行神迹嘅信心。主耶稣讲叫这座山移到海，他一样的移下去。主耶稣叫呢一座山移落海，佢一样系会移过去嘅、啊。那个叫做神那样的信心。呢、这个叫做系神咁样嘅信心。话出去一定应验。一句话讲出去就一定会系应验嘅。没有一句会落空。冇一句系会落空嘅。这个叫做行神迹的信心。呢个就叫做行神迹嘅信心。主耶稣啊，是给他们有这个信心。主耶稣赐俾佢哋有呢一个信心。也知道主要医治这个人。亦都知道神要医治呢一个人、啊。所以他们就奉耶稣的名叫他起来行。所以佢就奉主耶稣嘅名叫佢哋起来行走、啊。也因为这样，这个人能够得到医治。亦都因为咁样，呢、这个人可以得到医治。啊，借这样来证明耶稣复活是真的。亦咁样去证明主耶稣复活系真嘅。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如果主耶稣冇去复活，为什么？啊，奉耶稣的名有办法叫一个生来瘸腿的起来行走呢？咁点解奉主耶稣的名可以叫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可以起身行走呢？啊，所以借这个神迹就要来证实耶稣复活是真的。所以呢个神迹就要嚟证明耶稣复活是真的。使徒们所传的道理是真的。使徒们所传的道理都是真的。今天也是一样。今日都一样。今天啊，在我们真教会也有很多的神迹奇事。今日喺我哋嘅真教会都有好多嘅神迹同埋奇事。啊，那这些神迹奇事也是要来见证我们所信的耶稣是真的。呢啲神迹奇事都要证明我哋所传嘅道理系真嘅。啊，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。耶稣真系由死入边复活。啊，真的是我们人类独一的救主。佢真系我哋人类独一嘅救主。真的是我们将来要审判我们全人类的审判主。真系要将来要审判我哋全人类嘅审判主。啊、借着这个神迹奇事能够来证实。藉住我哋呢啲一啲嘅神迹奇事开嚟证明。啊，好像我们教会来信耶稣也是走投无路。好像我们教来信耶稣，我们都是走投无路的。我大哥的病，因为我大哥的病，花尽一切的家产，花尽了一切的家产，一样的得不到医治，但一样都得不到医治。走投无路才来信主耶稣，走投无路我才来信主耶稣。主耶稣、啊、借着异梦应许我爸爸信耶稣，病这个我大哥的病一定会好。主耶稣藉着异梦应许我爸爸说，他只要来信耶稣，大哥的病一定会好。啊，果然这个教会关心代祷果然得到医治。果然因为教会 的代祷真的得到医治、啊、主耶稣真的让他好起来。主耶稣真的令到他可以好起来，全家也能够得到平安，全家都可以得到平安。那这个就是神迹奇事，这个就是神迹奇事、啊、那这个神迹就是要来见证耶稣是真的。这个神迹就要来证明耶稣是真的。那带领我们来信耶稣的我们的堂兄，带领我们来信耶稣的堂兄、啊、他那个第二个堂兄他就是鬼附身。第二个堂兄他就是被鬼附身、啊、铁链他有办法把它扯断，铁链都有办法可以将它扯断、啊、所以你绑他的铁链他能够把它扯断。所以如果你用铁链绑住他的话，他可以将它扯断、啊、也是一样走投无路，也都是因为走投无路。亲戚介绍他来信耶稣，亲戚介绍他来信主耶稣，借着祷告得到医治，藉着祷告得到医治、啊、全家那个家族很大，全家来信主，个家族好大，全家都嚟信主。到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去到我哋走投无路嘅时候，他们就嚟传福音给我们。佢哋就嚟传福音俾我哋，让我们也能得神的恩典，令到我哋都可以得到神嘅恩典。那这些神迹奇事，
一啲嘅神迹奇事，就是要来见证我们所信的耶稣是真的，就要来证明我哋信信嘅耶稣系真嘅。奉耶稣的名可以医病，可以赶鬼。奉主耶稣嘅名可以医病，可以赶鬼。那这些就要来见证我们所传的道理，一啲就要嚟证明我哋所传嘅道理。所以主耶稣啊，从死里复活。所以主耶稣会从死入边复活，给我们世人一个可信的凭据。俾我哋一个，俾我哋世人一个可信嘅凭据。神又用各种方式来证实他的复活。神亦都用各样嘅方式去证实佢嘅复活，来帮助我们能够相信，嚟帮助我哋可以去相信。这个是神的恩典，呢个系神嘅恩典。耶稣的这个神迹。咁耶稣嘅呢一个恩典，其实是神早就计划好的救恩。其实系神早就计划好嘅救恩。我们可以看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二章。我睇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《使徒行传》二章，我们来看二十三节。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第二十三节。二十三节。第二十三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第二十三节，他既按着神的定旨，先见被交与人，你们就藉着无法之。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。二十四节。第十四节，神却将他的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叫他复活，因为他原不能被死囚禁。那这个就是神救恩的计划。这个就是神救恩的计划。耶稣要成肉身来到世上。耶稣要成肉身来到世界上面。为我们的罪要被钉十字架。为我们的罪要被钉死十字架。之后又要复活，之后亦都要复活。这些早就写在圣经里面。呢一啲嘢早就已经写在圣经入边。神早就借着先知预言在旧约的圣经。主耶稣就一早就已经系喺旧约圣经度预言。时候到，就这样一一的应验。时候到啦，就一一嘅去应验。这个就是神的定旨。咁呢个就系神嘅定旨。还有神的先见。同埋神嘅先见。先见就是预先看到，也叫做预知。先见就是预先可以看到，也都叫做预知。因为未来的事都在神面前，因为未来的事都是在神的面前，所以神有办法把将来要发生的事跟我们讲。所以神有办法将将来的事跟我们讲。以赛亚先知是主耶稣降生八百年前的人。以赛亚先知是主耶稣降生八百年前的人。他就预言主耶稣要同女怀孕生子。他就预言主耶稣要同女怀孕生子。他也预言主耶稣要怎么样代替我们的罪来受苦受难。他都讲到主耶稣要怎样代替我们的罪来受苦受难。里头都讲得很清楚。入面都是讲到很清楚的。大卫是主耶稣降生之前一千年的人。大卫是主耶稣降生之前一千年的人。一样的，他在诗篇的二十二篇里面。一样的，他在诗篇第十二篇里面讲到耶稣钉十字架讲得很清楚，讲到主耶稣钉死十字架就讲得很清楚。在十六篇里面，在第十六篇里面讲到耶稣的复活，讲到主耶稣的复活，这些事早就写在圣经里面，这些的事早就已经写在圣经里面所以这里彼得这样见证，所以这里主耶稣这样见证主耶稣他是按着神的定旨先见，所以主耶稣是按住神的先见被交给人，将被交给人，就是说这些其实都有神的旨意，就是说这些都有神的旨意。因此主耶稣在公会受审，所以不公义审判的时候，所以主耶稣在公会受审判的时候他都不讲话，他都不讲说话，因为他知道这个是神要他走的一条路，因为他知道这个是神要他走的一条路，这样才能够救人脱离罪恶，这样才可以救人脱离罪死亡，也知道虽然这样子受苦，也都知道因为这样去受苦，却能够得到最大的荣耀，他可以得到最大的荣耀，能够复活升天，能够复活升天，回到天父的右边，去回到天父的右边，领受那种最大的荣耀，领受最大的荣耀。那这些就是神的所定的旨意，这些就是神所定的旨意，也是神早就这个预先知道的事情，也都是神预先知道的事情。时候到，就这样的应验。时候到了，就会这样去应验。所以魔鬼想说把耶稣钉死，那救恩就失败了所以魔鬼想着将主耶稣钉死，救恩就会失败了结果反而成全了神的救恩。但结果反而成全了神的救恩。其实魔鬼也不知道神的救恩怎么安排。其实魔鬼都不知道神的救恩是怎样去安排，因为基督乃是神的奥秘，因为基督乃是神的奥秘，没有人可以知道的，没人可以知道的。魔鬼本来借着彼得阻挡耶稣到
耶路撒冷去钉十字架。魔鬼本身阻挡主耶稣去到耶路撒冷钉十字架。啊，彼得拉着耶稣说你不可以去。彼得就拉住主耶稣话你唔可以去。啊，耶稣说撒旦推我后边去。主耶稣话撒旦推到我后面去。是阻挡我的脚的。亦都系阻挡我嘅脚嘅。啊，但是后来却借着犹大的手把耶稣卖给了这个公会。但后来他是藉着犹大的手将耶稣卖到公会，让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令到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。从这些我们就可以知道魔鬼根本不了解神救恩怎么安排。由一些我们就可以了解魔鬼根本就不了解神的救恩是怎么运作。啊，借着彼得阻挡他，藉住彼得去阻挡他，又借着犹大把他出卖掉，亦都藉住犹大将他出卖。见他真的不明白，可见他是真的不明白的。他以为这样子钉死耶稣救恩 就完蛋了，他以为这样去钉死主耶稣救恩就完了。哪里知道就是这样才完成救恩，但他怎知道原来这样才是完成了救恩。而这些啊，神早就计划好的，而这些神一早都已经计划好，早就知道一切的，也都早已经知道一切。因为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，因为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，也因为这样他能够预备这样的救恩，也都因为这样他可以预备得救的救恩。看起来好像失败被钉十字架，所以看上来好像是失败被钉在十字架上面，想不到却是借着这样来得胜完成了救恩。但估不到竟然是因为这样可以得胜，可以成全了救恩。那这个就是神的伟大，那这个就是神的伟大。所以啊，救恩是神自己的安排，所以救恩是神自己的安排。神所定义的他一定能够完成，神所定义的他一定可以去完成。就好像他定义要救尼尼微，就好像他定义要去救尼尼微城，他就有办法让约拿成为尼尼微的神迹。那他就有办法令到约拿去成为尼尼微城的神迹。约拿是不信服，约拿是不信服的，因为他不愿意尼尼，因为他不愿意尼尼微可以得救。他想说我死了尼尼微就完蛋了， 他觉得如果他死了之后尼尼微 就会完完了。想不到他想死反而成为神让他成为尼尼微的神迹，结果估不到他想死反而神令到他成为尼尼微的神迹。这个就是神的伟大，这个就是神的伟大。一样的，主耶稣的救恩也是这样，一样的，主耶稣的救恩都是这样。撒旦认为把他钉死了，撒旦认为将他钉死，这样他就得胜了，那他就可以就想不到就可以得胜。耶稣就是借着十字架得胜，但估不到主耶稣就是藉着十字架得胜，借着死败坏他这个掌死权的魔鬼，藉住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，这个是他所想不到的，这个是他没想到的。而这个就是神的奇妙的作为，而这个也是神奇妙的作为。所以啊，这个主耶稣的神迹，这个神迹，所以主耶稣的这个神迹，这个乃是神奇妙的安排，这个乃是神奇妙的安排。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世人，目的就是帮助我们世人，这个罪恶的这个世代，罪恶的这个世代，还有办法能够回头，亦都有办法去回头，有办法来信靠耶稣，有办法去信靠耶稣。这个就是耶稣成为我们神迹的目的。咁呢个就系主耶稣成为我哋神迹嘅目的。是神奇妙的作为，系神奇妙嘅作为，也是神极大的爱，亦都系神极大嘅爱。所以我们今天有办法来信靠耶稣。所以你今日有办法嚟信靠主耶稣，晓得他真的是我们的救主。知道他真的是我们的救主，真的是将来要审判我们全人类的审判主，真的将来要审判我们全人类的审判主。借着耶稣死而复活，藉着主耶稣死里复活，让我们能够来相信，令到我们可以去相信。我们下午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下午就讲到这里，再来唱诗，再来唱诗79首，79首。
要一起来祷告。我们要一起来祷告。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也继续为身体健安、心灵软弱的祷告。祷告当中，我们继续为身体健康和心灵软弱的代祷。那我们特别为特别帮助陆凯彪弟兄的家人祷告。特别帮助陆凯彪弟兄的家人代祷。谢主，他很快就已经安息了。感谢主，很快就已经安息了。没有经历很大的痛苦。没经历很大的痛苦。因为他一检查到就是末期。因为他一检查到就已经是末期。没有几天而已。没几天而已。主耶稣就召他回去。主耶稣就已经召他回去。讲起来是恩典。讲起来是恩典。因为没有受很大的痛苦。因为没有受很大的痛苦。所以我们为他一家人祷告。所以为他一家人祷告。求主耶稣安慰加添力量，求主耶稣安慰加添力量。其他我们也用爱心继续帮助祷告。其他你都用爱心继续帮助祷告。那我们要求圣灵需要特别按手祷告的。我哋要求圣灵要特别按手祷告嘅。可以到前面来祷告。可以嚟到前面祷告。我们同心祷告。我哋同心祷告。奉主耶稣圣名祷告。
Thank you.
好，我们请坐。我请坐。奉主是圣名在这里做简单宣布。奉主是圣名在这里做简单的宣布。我们等一下三点半会有祷告会。我等一下三点半会有祷告会。然后三点四十五分，我们二楼会有初中高级班的宗教教育。三点四十五分，我哋会有初中高级班嘅聚会嘅上宗教教育嘅宗教教育。啊，然后我们在一楼会堂，这里中间团契今天会进行诗诵。我哋喺一楼嘅会堂会有中间团体今日嘅课题诗诵。啊，那我们下午的聚会到此。我哋下午嘅聚会就到呢度。我哋一起起立互道平安。我一齐聚喺下互道平安。好啦。